哎呦，破产！欢迎来到今天的追跑摄影师。哇，一个跳板啊，中国跳水选手，还不闪！哇擦！哇，被淹没在白花之中。哇，外面的浪是一道接一道啊，可惜浪向不对。这个非常非常的炸！哎呀，完蛋！啪嚓，归帆，为我们展现一个完美归帆。哎呀，人板分离，完蛋完蛋！啊，还活着，没事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这位小姐姐还活着，哇，厉害了，勇者啊，挑战台风浪，现在浪是越来越大，外面人玩得越来越爽，你看外面粗粗的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哇塞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人要追？哇哇，大家都想要等最粗的那一条，这个有没有人要追？有，追啊！哎呀，归帆，啪嚓！哇，浪的力量之大，直接把它人板分离。哇，直跑王子，哦哟，漂亮一个！哇，大字漂，大字漂，白花化雪人，太帅啦！起身，哎呀，爆炸，可惜爆炸啦！呜呼，我跳，哎呀，踏板越浪，踏板越浪的功夫不简单呐、啊！完了完了。还有一道是要追呢，追我追，哎呀，爬板，哇，爬板王子一路回沙滩，帅气，哇，外面长板看呢，好帅啊，冲回来给两个妹妹看，妹妹看呢都傻眼啦，太帅啦，爬板王子，哇，有了，哇，爬板，是爬板，是爬板，还在，板子还在，人呢？人，哎呦，完蛋完蛋！后面这一道浪，炸头了炸头了，快潜下去！我不懂。哦，这个小哥，你是不是要追浪了？为我们展现一下追浪神技！追到了追到了！哇，这样都追得到！哇塞，有没有要起蹭的意思呢？没有，他说我趴着就好，能趴绝对不站。哇，那你要不要躺着呢？漂亮，一路回沙滩。哇塞，这一道浪帅气。哎，可惜啊。哦，三人抢一道，漂亮一个起蹭，左跑，可惜马上收板。怎么不玩了呢？玩饱了吗？不玩了，一路回沙滩呢、啊。哇，这个追浪漂亮，这个追浪漂亮。哎呀，这个起蹭也漂亮。教科书起蹭啊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哦哟，要进管了吗？要进管了吗？哦，脚踝进管，哎呀，漂亮一个收板！哎呦，这看起来有东西哦，有东西哦，是谁的浪？追到了，有了，漂亮一个起蹭，哎呦，是你的，想都没想到，哎呦，漂亮一个加速，哇，漂亮一个加速，哎呦，漂亮一个加速，哇，鲤跃龙门。直跑王子，哦哟，这什么甩？回拨一下，回拨一下。直跑王子，哦哟，太帅了！人家是 Toledo，你是 Tornado，你这个 Tornado 甩啊！哦哟，这看起来有样哦。哎呦，漂亮一个起蹭，选择是一个风 climb，帅，太帅了！一个风 climb，滑板哥，你玩得如何？你趴得如何？哎呀，啪嚓！哇，逆流而上的趴板哥，穿着一件小热裤，果然是我们趴板哥。我逆流上，哇，帅气！哦，起来了！哎呦，哇，漂亮一个 button turn 啊！这个 carve 真的是又深又有力道。妹子不行啦，今天的浪太炸啦！把妹子只能炸在沙滩上，不敢下去啊！这真的太不初学者友善了，这浪。看看我们勇敢的趴板哥吧，趴板哥，让我们展现一下你慵懒的趴板技巧，简称我们的懒趴技巧。是两位勇于挑战台风浪的妹子，加油！你可以的，
没错，就是这样趴上去，一个人帮你看浪，很好，准备，出发吧，划水，全力冲刺，起蹭，哎呀，漂亮漂亮，哎呀，这个起蹭应该是没有看 Darren 的起蹭啊，犯了很多的错误，赶快底下留言告诉这位妹子，她起蹭的时候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，让她没有办法在板上维持 balance 的姿势。哇哦，懒趴板哥，哇，太慵懒啦，太趴啦，太懒趴啦，哦哟哦哟，炸歪了炸歪了，追追追追追，这个有点软有点软，哦，鳌塞鳌塞似乎有东西啊，这个鳌塞有了吧有了吧，哎呀可惜啊，滑水。滑水再加强一点点，就有台风浪可以冲啊！哦哦，这个位置好，这个位置好，漂亮一个 drop in， 哇，这个加速有够快，这个加速快，马上绕过了白花，踩一下，哦呦，又到了浪底，漂亮的一个直抛，完成了一道十分的白花动作，我们十分白花哥要回家啦。他说今天浪不够舒服，这也敢叫台风浪？没错，镜头又切回了我们的趴板哥。哎呀，太帅了这背影！趴板哥为我们展现你的慵懒趴板吧！来来来，两人一板，同心协力。这个是2021年的两人三角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团康活动。哦，这白花可以啊，有力有力 ，Go Go Go！ 哦呦哇，还炸了一下，哎呀！漂亮一个起蹭，起蹭啦！哦呦呦呦，哦呦呦呦，哇！一个起蹭冲了两道浪，帅帅帅帅帅！队友马上过去欢呼，耶呼！哇，外面拉起了巨兽，有没有人要被炸？有，被炸啦！啪嚓！喂，这位置好，这位置好，漂亮一个直跑！哎呦哎呦，哇，被白花吞噬。被击败的妹子太惨啦，这位置不好，哇，哎呀，没冲到白花，有点可惜呀、啊。追追追追追，哎呦，漂亮，但太浪底了，完蛋了。接下来，哇，只有被白花推的份啊。喂，越浪，哎呦，奥赛，这奥赛，有了，两个人，哎，是这位妹子了。哇，怎么收板了？择日再进馆。哎，这里漂亮直跑，微微的右跑。哎呀，不错，有冲到台风浪，回去可以跟父母交代了。冲过台风浪，证据在此。哦，这位置好的，好的右跑。哎呀，可惜被树挡住。啊，微微看得到收板。哎，感觉要有人追到喽。没错。漂亮一个背向，哎呦，可以呀、啊！这是为了闪人才跳板的，不然他原本要一个 air reverse， 我都已经帮你计算到了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漂亮一个，哎，哇，这个站姿帅气！哎呀，鲤跃龙门，有追到了啊！漂亮漂亮一个。又跑，但是绕不过白花。白花今天太猖狂了，像缠人的前男女友们，完全甩不掉他。哎呦，这个位置漂亮，哎，可惜被洗了下去，完蛋了，是不是只能弃板潜跃了呢？喂，哎呀，漂亮月浪。哦，在外面，终于等到了今日巨兽。今日巨兽是谁的？有，就你的，哎，没下去，没下去，你还有机会，赶快帮后面人血池，帅气，起来，哇，有一个白花让你踩，哇，一个 stylish 的 archback， 帅啊，有没有要征服他？有，就是你，漂亮，可惜有人抢浪，小心，巧妙闪过了黄色板子，漂亮的一个绕过白花，跳到白花的后面，哎哎哎，有有。啊，漂亮，漂亮一个右跑，帅帅帅，哎呦，哇，一个加速，哇，漂亮的风快 ，button turn， 哦呦，
还没掉，哇，这倒让你跑得可以啦，再跑下去要跑到台湾海峡咯。双人妹子现在变单人妹子，还要凭借自己的力量追到浪吗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可惜啦，反倒是我们的趴板哥以慵懒的姿势继续趴板啊，趴板哥为我们展现冲浪的最高境界，慵懒冲浪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位小哥可惜板头插水，没有关系，后面的人帮你报仇。哇，漂亮一个直跑，我冲白花冲到底。哎呀，今天号称台风浪的上午实在是太可悲啦。今天的嘴炮摄影师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最后把镜头留给慵懒的趴板哥吧，默默享受他冲完这一道的愉悦。好，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